有什么？谢谢，班班。10:26，谢谢。我妈是说想要当人下辈子。谢谢。小心这里会滑。小心这里会滑。小心这里会滑。铁的会滑。铁的会滑。等下就我出去。不知道。有点会阿拉。不会。哎呦！妈咪。人像吗？都可以。然后人像吗？对，他站好远，你会站太远。还有人像。有人像吗？啊？好嘞。他自己先多下去，他说他要练两轮，我也不知道哦。他应该是，他这边练有没有有没有差？是谁的？爸爸你的吗？对，爸爸的。195的是斑板，100是 Stanley。你上面写多少？也是这个牌子哇，对啊对啊，妈妈给你。啊，后来我买手杖也买这个牌子，这个上次给我做一次就歪掉了。但是也是这个牌子。好，可以。你们都要把那个勾进去啊，不然雪杖好容易就掉。好，先把它勾着。踩下去，没有踩好，没有踩好。用力再试。用力，后脚跟往下。我看一下，你起来一下，你起来一下，我看一下你的鞋子哦。你起来，起来，我看你鞋子下好像血太多了。踢，对，血太多了。你站好，站好。对，乖乖乖乖鞋底，乖鞋底。对，好了，现在可以了。对，好，给你这里。过去一下吗？我刚刚原来可以刚刚讲。对，然后但是带着花花在上面等，我们要去右边。要去吃饭。拜拜，这边。他已经带了车站了。啊，哦，好快，他就是很快啊，他就要再做一轮嘛。对，好，
法了。我在 S 型啊，哇，你小飞好辛苦。一在我们左边，左边。哦哦。好，走。Hello。等一下姐，好，你跟 Stanley 坐，我跟班班坐。你跟 Stanley， 我跟班班。玩滑龙剑的。哎呀，放滑不一样的。你之前有没有练过平行？有没有？没有吗？平行是什么？就是你滑的时候脚尽量是，你现在都会这样，对不对？然后有时候就会卡到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要开始练这样平着。你看我滑，以前没有啊，都是平着。你以后看着我滑，它是平着。然后要转弯的时候，要比如说往右边就踩着左脚，然后往过去，它就会往过去。然后要往左边就踩着右脚，它就会往过去。对啊，你看我跟哥哥滑，然后是平的，但是你要踩对脚，就会停下来，就不用紧张，知道吗？21.5米/35，我们的脚21.5米/35。Thank you.
收音机好听。什么东西？你们接那个？哦，很像对讲机。嗯，以后有手机你也可以装。你看现在太小，你以后大一点。我都没有滑过红线。哪有？怎么会没有？真的没有滑过紅線。就那边而已啊，不会啊，那还好，很宽。红线不是就第三级？第二啦。绿的、红的、黑的，或是绿的、蓝的、黑的、黑的，都是黑吧？你们心也是黑的，比较可怕吧？像这种那么斜的，谢谢。像那种那么斜，这样又滑掉。哼。然后脚皮超开的。皮超开。哦哦，好痛！他摔倒了。对。那个人，他不知道怎么崩摔一个，因为那很硬啊。我们今天在那边滑，不都好硬？这次要往右边一点去，我们要去下面那个缆车。好，先放起来喽。你不是要滑两趟？这边下去。嗯。要刹车的。哈？要刹车？要刹车。要刹车哦。是吗？慢慢的下去，然后。慢，要刹车哦，周少宇，不是冲哦，不然会撞到人呢。慢慢的下哦。是你啊！我现在到去那里排队，去那里排队。没有，不能冲，要刹车。妈妈，你跟我后面。要刹车。
是很快，所以他刚刚停下来等你。我坐过去一点，坐过去一点，脚卡住。可以，还好啊，日记都没办法啊。算了，带小朋友还是放一下。自己睡觉就没事。是吗？要回家去了。今天这个脚运动好像还是。所以他住在那个洞里面。这上面滑下来啊，我们会往左边滑，我们往那边滑。很陡吗？还好。这是松的？这不是松的，这里是松的，这很绊。我靠，他摔倒了。哇，真的很重。还要直接爬起来有点难。为什么会两个都这样啊？为什么那里怎么了？太陡了吗？这已经很陡了。怎么会不会怎么样？会一直滚啊！这很斜，这很斜，这超斜的，这应该有三十吧？很斜，很斜啊！这是很可怕、欸。我们竟然从这里上滑、欸。嗯，外国人，有外国人都不会怕的。真冒险！我的带又掉了，又掉了。那我再把你更拉紧一点。外国人都不会怕。他们就不会怕。昨天的那个地方哦，谢谢。我的名字贴纸固已经掉了，我固翘起来了，只剩连立了。那不会这边这另外一边是没贴纸的吗？看一下看一下，有有有，掉多少？还在。咚咚咚咚。这员工，你看这个缆车前面就92了。你看，就是快到了。妈妈他们是九十几的，嗯，应该也是九十几。从背后看好恐怖，真的吗？都融化，你看你都湿湿的，鞋子都湿湿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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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那什么歌啊？哎，到了到了，就是那个虚还是什么？虚指南还是什么？哦，虚指南。是蓝线吗？是上级者。那边。拍那边吗？还是拍那边对？怎样？不用去这边拍照。为什么？这边不是很漂亮吗？要爬一下。就爬一下啊。好啊，那你们去爬。你不爬啊？不带我爬，我不用拍。那就下板了，你们下板。你不想看哦？帮我们拍嘛。啊？帮我们拍嘛。没有没有，我不想爬，爬要花力气。我看我看我看很难爬吗？不收了，但是硬硬的。还好啦。缓一点爬，要用脚尖，很难，要用脚尖。对啊，你不要从那么脚尖踩下去，踩稳才走下一步。哇，好恐怖哦！很漂亮的啊，我们有住过红色屋顶，有没有红色屋顶那个？那是另外一个雪场，但它比较小，它雪场比较小。从旁边，从旁边，从旁边。嬷嬷来帮我们照相，他不想上来，我要逼他上来。立人禁路，立路不可以进入。啊，相信。好硬，好硬。对啊，下去可能比较要小心，用滑的。或者去走旁边松雪的地方，没有，后面都不白啊，不白吗？你只看到那个 Cortina 小红屋顶而已，没了。我拿那个自拍机来拍东西。那个小屋顶是大的，它是大家一起拍的。对啊，好热。我这是拿上来当拐杖扶着的，我觉得。妈妈，那你跟我后面呢？我会跟着哥哥。那你啊？他要交代你。他说他跟我一起。你这次呢？他的爱台湾在哪里？喝到了。什么？贴在帽，贴在袋子的里面。我贴在正前方，很明显。我跟贝尔说要贴正前面，他说那边好像会挡到。不会啊，而且我的勾破在那边就不会卡。其实也不知道有什么。来，周少宇，什么都看不到。Baby， 快点。Baby， 你不要这样子。斑斑有在里面吗？我看我的头在哪？有哈。斑斑，你不要太前面。完全不知道背后有什么。在这啊，黑蒙蒙的。哎，等一下。看不清楚。几秒？三秒。啊？也不要，也不用笑啊，也算了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走了。等一下，不是啊，我是说，真的后面不知道有什么。快点，有后面。等下去拍那个大景再拍啦，这个真的会觉得什么都没有。大家也嗯，好了，走了，不用，只要动作有在就好。去下去那边拍了。
这里光秃秃，可怜。啊，这边的话一个很缓很缓的绿线，滑到前面就小心走哦，慢慢，哎，周少宇小心。不可以丢人哦，这太重哦。你看，这很危险，这很危险。丢到下面了，会影响别人，就是的。我就把它捡走。拍的碎吗？好，把它消灭了。你脚斜，你脚踢一踢，你那个下面太多，你又会唱不上去。踢一踢，踢用这样子踢，踢这边，踢自己的白顶这样，哇。好，看看。你连，对呀，你是连前面都有卡，你连前面，还有你自己鞋子，对，鞋子前面也是。哎，对不准。好，又穿进去。敲一敲再穿。前面，那前面应该不是啊。好了好了。好了好了好了。你前面也还没穿进去啊。前面要先对进去，对。等会，等会，我看一下你的前面，起来一下，起来一下。好，好了。是你的鞋子，等会，你现在根本就没有那个，来，脚脚给我，脚给我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好。我怎么觉得他现在那块翘得很高，他根本就不可能穿得进去啊。等会等会。等会等等，走开一下，走开一下你的鞋子。这个东西本来就会在这吗？我怎么觉得他的很高啊？你不觉得他连头要跑进去都很难吗？哇，又来。不然你换另外一脚穿这个，你先试另外一脚。你不觉得他那个前头翘的有点低吗？这脚好像不会踢进去，踢进去啊！你这样穿稳吗？可是他溜溜鞋子掉了。你看，哎，你下面一大块冰啊，你来脚，啊，小心！你下面一大块好掉了，掉了。你刚刚踩到冰，有到吗？还好吗？你刚刚脚底下一大块冰，难怪它是很高。这块，你刚刚一摔，这块掉下来了。你刚刚下面有一块冰啊。然后我觉得它踩着怎么看起来很高？那一块、啊。你刚刚那一块。好，来。穿穿鞋子，我帮你拿。啊，好吧，你过来穿。你要勾着，勾在手环上，手腕上，这样子才不会掉。好了，好了。哎你先下去试试啊，你先下去啊，走啊，那里走，你们两个分开一点啊，走，他们雪板的很挡路。好，走。
一大块，然后穿不上去。哎，踢掉不就好了吗？哎、欸，我有开 Poco 哈。有啊。哦，什么？刚刚是没看到。走着走着走着，顺着顺着，自然缓冲超过那边了。那个啊，刚刚坐上来的那个啊，是红线吗？是啊。什么？我等一下从这里下去吗？对啊。周小雨。停下来！阿娇，阿娇，阿娇，他救你了，我爸要去帮你接了。Thank you。起来吗？都进去了。你都跑不？不要劈开！来，我先救翻板哦，你等会再穿鞋子。等会，等会，等会，来。你真的要滑这个？你不要这个方向，你脚喜欢这样跟我同方向，还是反过来？你只喜欢皮。你往我这边靠，你这只脚站好，这只脚站好，你先我扶你。哎，好，站起来哦，好，好，给你靠，把你那只脚收进来，收进来，对，收好，收好，好，我帮你拿杖。你站在这一只，然后你脚先收好，收好，不要再滑了，等等，不要再滑了，对，不要再动哦，不要动。现在你应该站卡住，卡住，对，牵在，牵在，就这样往这边倒。你看我的脚都往这边倒。啊，知道。我的卡住，好。好，脚暂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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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暂停。暂停，你要看，你看我的姿势，我的脚都是牵这样往里内侧压，对，往内侧压着，我就会站得很稳。另外一脚一起往内侧压，为什么我跟你手缠住？压。好好，你等一等，板板先站好，站好。你不能都靠住。哎呦喂，你不能都压着我，我撑不住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哎呦，等会哦，你现在卡住我的板了，我也不能动。啊、来。耶、yeah, ！你要滑走了，好，你先刚好换方向。滑下去好了。不要啦，你就换方向。我在是你下面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脚起来，不要压住我。等会，等会。
自己慢慢走过去啊。不是啊，我扶你起来，来。还没撑下去吗？这鞋，你鞋子底下都是雪，要先清干净。你鞋子底下我看到都是雪，你一定穿不。来来来，我扶你。不可以，我屁股顶不住。我底下不行啦。爸爸嘞 ？OK 吗？周少宇鞋子有穿好吗？我看。翻板一站，我一扶他起来，他就压着。等会等会等会，你不要脚不要这个方向，来，你脚转成跟我同方向，可以吗？我在上面。不要正的，你正的我也顶不住你。翻板转转脚脚的方向。翻板，你的脚朝下朝侧侧着，这可以吗？我不敢，你脚脚可以，对，好，好侧过去。侧过去，来，板板，来，板板，侧边站起来，好，不能让你滑下去，哈哈，你的脚会很痛啊，来来来，板板，你刚刚用滚的下去吗？等我，等我，脚会很痛，我怕你脚会很痛。等会我压到你啊，赶快，你脚就转过来，脚就转过来，我闪开，我要闪开，我会压到你。我先帮你脱掉，还是再脱掉穿起来又很难穿。来，脚脚慢慢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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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可以吗？这样会不会痛？这样 会痛？可以吗？没有，他弄他，结果也稍稍摔了。因为它滑下去了，我要抓住它。好，可以吗？我雪仗哎，我雪仗，我剩一只了。雪仗在这，我拿过来。只剩一只。等我先下去哦。爸爸不要，你这边对。不是，它会一站起来就滑下去，我要在它下面卡住它。给你。不去前面卡你好了，但它很重，哎，节都滑下去了。好了，来，这里给你抓这个 ，OK， 对，抓起来，加油，可以吗？这个给你抓，好，来，这个，把这只给你，这只是谁的？不要动，不要往后滑，不要往后滑，这是爸爸的。待会往前，前都是平的，往前，往前滑，你跟着爸爸，可以吗？跟着爸爸哦，跟着爸爸往前，往前都是平的，哈，都是平的。哇，阿姐，其实你都下来了，斑斑只是太紧张了，他一开始，然后我又顶不住他，他一滑我就跟着摔了。等一下都滑这里，大概一个小时就去吃午饭啦。在这里一个小时。对啊，就一直滑这里就对了。对啊，然后上面就是好下去，比较陡。你知道吗？横着滑都不会怕，你不要一直往下就好。好，走。好。我的鞋子里面。什么拍照？拍照。哦，好。等一下，在那边拍照。
对，然后待会啊，下面有一条地方，我说要开始冲就要开始冲，不然会到不了缆车站，就要用滑的很累哈。你们量一下，我紧张死了，我自己都没有觉得紧张，我只想要去接你的板子，结果居然呼啊，然后居然就摔倒，可恶。好热哦，好热哦，有没有很热？超热的。这个好玩吗？要多练习就好了。冲最好玩。哦，冲。一样，还是越流汗还是要小心，也不能。上上下下去怎么办？带回来捡啊，但是不知道对的。他们要走别的路啊，就是另外一条路下去。比较难吗？也不是，比较小条窄窄的，还好。有没有过？好像有。等一下下缆车之后，就直接左转下去拍照的地方吧。好。小心欸，收到。这样这样，带不回去吗？哎、欸，一只白鸡。哦，手套戴不回去。咪咪，小心！怎么了？听到声音，
面两层是不是？你要把它先整好是不是？这很难带，还是你手太大了？嗯，不知道。这只比较好带，是哦。那好了。我的膝盖前面会痛，好烦哦！为什么这次膝盖会痛呢？啊，热！这边应该也是11号，再往前如果看得到就知道他几个车了。哦，脚好酸，大腿后面会酸耶。哦，这样撸好舒服。啊，大腿后面也酸，为什么酸大腿后面呢？哦，酸哦。下面很软的话，掉下下去会怎么样？很软哦，应该还好，可能会扭伤。有时候不是断掉，是扭到，因为你可能下去不是完全正的，或是力量太大，还是会哎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太快了！什么太快了？哪里有啊？要倒啦！要往你那边去。继续说，在这边照相。照南，方向来一点。拍照，脱下来，你的大腿又滑下去。刚才是大家不小心一直往下滑。我一开始是要去抓周少宇的板子，然后滑太快，自己也摔倒。那根本抓不住。慢慢下来，拖把。对啊，就有一个女生先救他的。对啊，通常高手才会救人，应该不是高手救人挂了。爬不上去啊、哦！爬越高，滑越高、哦。帮你们拍，板板横着上，不是正着上，横着侧着，侧着整个侧，侧着两脚都侧着，这样侧着上去，侧着往上。我溜。
在干嘛？板板，板板，我讲话你有没有在听？侧着，侧着才上得去。板板，这样子，侧着，侧着，侧着，这样就可以上去了。好啊，那你就上不去吧。加油！太硬了。啊？上面那么硬。嗯，好热，我连手套都想先脱掉，我满头汗了，吓都吓死。为什么要吓？太热，对啊，太热，有点热，吓死人了。不会啦，就真的就很小一段，而且你后来就会觉得这个那么宽，很好用，硬到都插不下去耶，真的是夸张。你要找一个边边一点的地方。插不下去，行，拿过来一点，然后这很漂亮啊，环景，我来环景，耳朵好痛。你不是要照相？帮我们照啊！没有，我帮你们俩先拍啊。来啊！我们上次也是这样。我膝盖在痛。啊，膝盖在痛？对啊，没有怎么样。你刚刚有摔吗？没有吧？不知道，没有怎么样，但膝盖就很痛，讨厌。过来，过来啊！啊，这里啊，这里才有那个、啊。你要过去还是走开？一、二、三，有后面的山哈、哦。再过来，再过来。我会怕、啊。怕什么？没有了。你穿着鞋子。你在怕？我们在后退。在后退，在后退。这有什么好怕？你过来看这个，看久就习惯了。一、二、三，一。等一下哦，好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不要啊，过来啦，你要看习惯了，看习惯真的没什么。一二三，再上一二，要不要连鞋子、啊？随便啊，随便。二三，嗯，好，换换换，你们家，帮我看一下，有啊。来我们大家一块啊，这样呢？来这里，这里都还没有，好不好？没有。来来来来，都过来。小班，快点！站这里。我这里这样子就会坏掉，我的装备都会坏掉哦。班长，你的手都要……等一下，会跑血进去。我的鞋子里。怎样？你那个没有盖耶？不要拉我，我干嘛拉我？那个盖盖下去，你那个要盖。那你血跑进去，你手脚就冰了。我这次已经跑进去了。过来。那就完了。冻伤。你后退一点啦！你这样看得到后面吗？周少宇，换你起来啦！快点啦！往下蹲。好啊，起来啦，周少宇。小莫，你有进来吗？我不知道，好像有。三二一喽。再一次哦。难得好天气。好 ，Insta 吗？还是 Insta？ 先拍普通的。哦，他们家，他们家。来来来，哇，来来来。好，用我的。来 ，Go。要露眼睛一下。还要露眼睛。不好看。哦，露不出来了。对啊，眼睛会。那我一起。好。谁要打我？老板来。他们。
黑的吧？怎样？有人没有？没有啊，完全没有。是啦。我只是在想这样子看背后到底有很斜吗？可以拍半身，可以拍到那个后面多一点。我也看起来还好。很好，再来。左少云，继续。小六怎么还在？翻板起来，快点！雪待会不能穿，待会一定要飘。周世廷，啊，你不要弄，好了，不要弄，周少云先。手套会先拍照，那要用踢的啦。不要弄，过来。脚踢都要练习用。翻板，看，左开，我要打开。哎、欸。好，换他们全家，不要跑。再来，手机在这里。来，预备。嗯，还是错。好。Insta 要拍的话，过来出来啊。他要接棒棒了。他们先练习好再拿啦，我觉得他们会怕。明天再来。但是我怕明天。我说拍照，你要拍照吗？不要，好，要直接练习啊。今天也差不多了。下午也可以接着拍啊。下午的话，万一拍不了，明天还要，明天他们。那下午来拍，下午都一样。我待会吃饭时间都在。袁校长，你打忘记怎么拍了？打开。怎么去拍啊？然后按两下吧。按两下是什么？是录影吧？一下好像是拍照。一下是拍照。两下好像是录影，它就会闪烁。你有没有敲？你脚没有敲？等一下。不行，我放太斜的地方。对。好了，不是啦，都没有踢好不好？你只能踢黑的地方，黑的地方才可以，其他地方不行。然后看一下脚底。还是不行。你脚底给我，脚底弄起来。没有，要拉回学会踢的。踢黑的头。对。前面的踢前面。踢前面那个地方，对，踢脚跟，脚尖脚跟都要踢一次，踢完以后马上踩进去，给对方按下去，等一下，好，周少宇平行的，对，踢，你后面还很多，后跟，你脚后跟往上踢，对，我看，挺的，都是斜的。你都是写的。好，我走。是我的。好。好热好吗？热死我了。对，脚尖脚跟的哦，对，你看掉一大块。脚我好热。你脚底还有一大块翻板，你的左脚脚底还有一大块，对，弄不掉，用踢掉比较快啦。没有，我觉得没有卡很好哎，要不要重穿啊？我怕它带会掉。我觉得右脚有穿好吗？左脚有穿好吗？左脚再穿一次，真的有紧吗？你刚好听到声音吗？
好热哦。好了，我随便滑了，我就滑我的了。等一下板板好了，板板要转弯啊，嘿，对，踩好，对，这样就转弯了，然后再换脚转弯，对对对对，他们呢？立下去啊，宝宝还没啦。好，照着我的路走吧。可以吗？还在这上面，因为你都在刹车，你回想一下你那香港老师教你的啊，走吧，好走。
地上好吗？起来。要扶你吗？哎，好。还有亮吗？不是还有亮吗？有啊。怎么在亮啊？在闪啊。还在闪？对啊。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这样没有闪。近距离点。是你的电源吗？Is one picker off to the side? Did you see it? 我换跟板板坐吧，要吗？你跟爸爸坐。你不要，你不练一下这个吗？来不要看。哦，好啦。那我下就坐这个板子。对。好。妈妈要去练绿线。啊？在等你的黑脸，你先扶他站起来。那个人要扶你，班班。对。好，准备准备。休息，或者你这样照会眼睛会受伤，太亮。长哦，
你滑车会很累吗？还好吧。是没有拍照的，没有，就直接滑过去，然后就下去。直接下去了。对啊。就是没有要搭了。不是啊，就下滑下去啊。丽丽就是说，我们就一直练到肚子饿去吃午饭、啊。飞掉了，干净。干净。手机有声。你在哪里啊？你放哪里？口袋。外套的口袋啊。嗯。鼻子好痛。鼻子。眼睛，一只鸭子。是哦。你眼睛最好闭着，又太亮。你姐没上来对吧？对。好。好，我上来。
手这样靠着脚。啊？手啊，靠着脚。啊？我想要教斑斑，我想要教斑斑跟着我。斑斑来，我跟你说，你照着我，你看个啾啾的动作，跟着做。你，哈，你看呢、啊？我会这样子，我要往这边倒，我就把手放在脚这边边，这样子，你放得到吗？你的手可以放在脚旁边吗？对。然后我要往那边，我要下去，你看我要下去，我就这样。然后我脚是平的哦。脚要合起来一点，你脚跟我跟哥哥一样，你要合起来。还没吧？还要再滑吧？爸爸累了吗？啊，你要看哦，就是放下去，不是，是真的放下去，身体也倒下去。你累了、哦？怎么了？不是，你干嘛倒下？你是累了。脚朝下，然后这个给你抓，来。我那个动作都来，没关系，慢慢试。对他脚这样。右脚，右脚。等会儿。我好蠢。我这边有水。待会跟我做。这样可以吗？我弄给你。来，手手给我，这手给我，一二三。我想教他平着，然后手这样放很低那种。先不用吧。为什么？来，起来，抓起来。来，一，抓抓抓。站好。好，来，抓着。站着，站。嗯，好的。棍。你为什么都不绑在你的那个扣在你的手腕，就不会掉了？好，够，谢谢舅舅。我脚要走了，看，就你看，其实滑一点点不会很可怕，然后就。要喝水。
怕，会怕吗？不会。啊？不会。好，那就好。自己一个人啊？我们自己一个人。对啊，妈妈说滑这个她太累。还是你在弄鞋子？啊？对，不敢兔子，找不到兔子啊。很多人跌倒，在这边是让很多人下来都会跌倒。哦，你所以我说你可能累了，还有你早上吃的不够，你没有力气，你本来就比较小，你身体这么小，你能存的力气本来就比较少，腿太短。对，然后你又早上吃的不够，你本来就小只，然后你又吃的不够，所以你就更没力气。就只是放倒，而且放倒你超安心的，虽然往这边倒你根本不会摔倒，因为你的脚踩得很好。对，就放过来倒这边跟倒这边很安全。因为我以前会怕的时候我也是用这招，太陡的我也用这招，放横倒就很安全。对，我看看现在几点。哎呦，12点了。呼叫，其实已经11:50了，要不要这一趟下来就休息了？不用，我还不会累。好。快到了，是。你都不怕掉下去？我有拿着，拿好啊，当然怕啊。拉链一定要记得拉好，滑雪的时候，口袋啊放很多东西哦。丽丽没有回答，不知道她是不是说好，她可能还想滑。不过我觉得你可能要休息一下。不想。你带午饭吃多一点，真的。你下午比较有力气。你一直摔倒啊，一直摔倒，有时候是累的，你只是自己以为没累。都是技术更新。不是，你刚连走路都摔倒了，你刚进缆车不就摔倒？有时候是累了。滑倒。对啊，就是都顶不住啊，因为脚很酸啊。所以我们就休息一下吧。
也三小快三小时啦，而且他一直摔倒。啊，救护车。你都没回答、啊、我刚刚才回答、啊、你说什么？你没收到，没听到，对不对？因为快三个小时了，而且摔倒就累了，而且我一直好想尿尿。你指导一下小班啦、啊、你指导一下小班、啊、没有，先让他们滑他们高兴的、好，那就随便滑咯。好，就随便滑。好，你们不要跟着我哦。你这样脚会很酸，你一直刹车脚会很酸哦。好玩，好玩呢。因为刚刚跌一跤，所以没办法手机。等一下，什么？妈妈跌一跤，好，这样我刚刚讲的很快。好、啊，我没在看。好、啊，有没有帮我看一下？我在看他们两个滑。哦，好，走。一般那样子滑就可以了，它平平的顺下来。好，走。行了，用走的，可以滑就继续滑，我是走不动了，我是走不动了，上去。你脚小心太酸了、欸、你姐，怎么会下不去？
我刚刚看到，为什么小腿会酸呢？他们一个跟一个就还好啊。为什么小腿会酸啊？你会小腿酸？因为正确用力啊。哎哎哎，小心小心！慢板慢板嘞！哦，我要再搞他！啊？很累吗？慢板就自己在那边倒着不来了，他就会摆烂啊。就在那说，他累了。他刚我刚刚跟他说你累了，他说我没有啊。不要转弯，直的身体往前，身体往前。身体这样往前。很硬耶、欸、啊放那边嗯都可以拍一拍热死了跟小板小弟一起进去，板板在那边耍赖，玩戏。状态吧。那为什么它是关机状态？因为叉叉巴巴的，你让它自己。那它现在关，它现在这是什么状态？你要不要也看看？等一下，我看后面。刚刚明明就有 ，no battery 而已啊，还。那为什么 no battery？ 那就是上耳朵这个状态啊，现在没有录啊，那就关机了。